呢一首是一首《沧海遗珠》。在我的，在你的一生里，曾遇过甜蜜与痛苦事，你此刻感触心碎，为了谁？是我的，或你的笑与泪，在你的，在我的心坎里，留下了甜蜜与痛苦味。你此刻心中起了共鸣，为我的，共你的太相似。人人祈求愉快相处，于是戴起假面具。人生好似做戏，台前谁人料到笑是泪？在这真实社会缩影里，投入你，投入我以往遭遇。我不知此刻的我扮了谁，是我的，是你的醒与醉。这首歌叫做《电视人》。社会缩影里，投入你，投入我以往遭遇。我不知此刻的我扮了谁，是我的，是你的醒与醉。我不知此刻的我扮了谁，是我的，是你的醒与醉。多謝頭先幾位好朋友嚟喺度同佢哋分享關於香港流行文化好重要嘅一部分。我哋諗起電影咧，我最近諗起一套美人魚啦嚇，美人魚大家都講緊，因為呢套係華人社會裏邊有史以嚟最賣座嘅電影嚇，超過30亿嘅票房。睇呢套戲嘅時候，有好多人話啊，呢一個電影其實是不是講緊某個時空的香港嘅咧？啊，那個爛嘅漁船是不是隱喻緊香港呢？咁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唔使做咁多隱喻，佢可以翻翻嚟香港講一啲即係好坦白咁樣講關於香港嘅一啲嘅光景嘅電影或者係作品嘅。Jason 告訴我，在《美人魚》裏面，周星馳是用了日本的電視片《超人》《蒙面超人》的配樂在裏面用了。我覺得原來周星馳其實是在香港呢，是看那些《蒙面超人》看那些亞洲電視 的劇集，他可能其實得到很多的養分的。而他也有份演過 IQ 成熟時，是吧？我以下想唱一首歌，其實是跟《蒙面超人》都好似嘅，都是一套日本的片集嚟嘅。咁我想周星馳都會很喜歡，或者大家在場都很喜歡。我不識呢首歌嘅，不過咧，我係最近啱啱學識，因為你哋喜歡，所以我今晚唱呢一首歌，送俾嗰啲
寻找他乡的星星。